发起每个很大朵的玫瑰花刺绣，展现出拥有的情怀。来自林斯内营最大的特点第一点呢，就是来自林斯是全无国碑。什么叫无国碑呢？就是没有任何海绵的托衬下，能够将你的胸部穿得非常圆润挺拔，同时穿出迷人的乳沟哟。下面大家所看到的这一幕，也是来自林斯秋冬新郎的手，整个衬出肤色非常的白皙动人。地面采用铝的刺绣设计，给人一种高雅感觉。刚才我跟大家讲到来的是第一大，就是无国碑。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？腋下夹弯处高耳带设计，能够很好的将你腋下的多余的脂肪收拢进你的胸部，打造出红玉挺拔的胸型。直款是金银珍翠系列的黑色，黑色既神秘又性感，同时夹